好，我们看这边哦，先不要抄的太多。他你看他讲，他说，所以知道诸法的实相就是正因佛性，观照用般若去观照诸法实相，那个般若观照就是什么了因佛性，那个除了般若之外，那个五度功德知发般若就是什么原因佛性，所以。智者大师这里提出一个叫做三性佛性的观念啊，三性佛性。你看他的三性佛性有一个正因，我们把它做归纳，了因，什么因啊？原因。看，如果我们这样归纳的话，这个是什么？正因是什么？是实相，对不对？实相是吧？实相是什么？我讲般若不是有三个般若吗？文字般若，还有一个什么观照般若，一个实相般若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这边，他用六度来看，六度般若蜜，透过六度般若蜜的一个修行实践，是为了跟实相相应，所以那个实相是什么？正因，了因是什么啊？就是那个般若观照，啊、哦。如果以六度来讲，对不对？那个原因是哪一个啊？原因是什么？知发助长六度，滋长那个般若那个般若波罗蜜啊、哦，智慧升起的那个东西。所以前五度怎样？前五度为原因，对不对？了因是什么？了因是那个般若啊、哦，这是第一个说法。第二个呢，如果以同样的，就是说真性鬼是正因观一样啊，真性是什么？是正因，那个呢观应，所以观应其实跟前面讲的观照是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做观照功夫，然后呢原因是什么东西啊？知尘，所以是助长的缘。OK， 这样讲好了。我们那个叫什么？比方说，我们人生病了，我人生病了，我一定要去有一些药方啊，要吃药啊，叫医生开药方啊，这是要服药啊。我这干嘛啦？是痊愈啦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开了药方。再好的医生开再好的药方，你不去服用服药有没有办法好啊？有没有办法？没办法，服药好了才会干嘛？才会怎样啊？才会好。所以我们刚前面说的，所以如果说讲般若，是不是有一个文字般若，一个叫什么般若？什么般若？观照般若，
然后才什么部落啊？十相部落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同学，藏经是不是一大堆坐在那边？藏经啊，佛教的经典是不是一点都坐在那里啊？所以天台啊，天台宗是主张六经住我的，藏经啊，三藏十二部是注解我的，我们不是看那个儒家跟佛家都有这样的。那个儒家的录像上都是这样，十三经是为了注解我的，十三经哈，儒家的经典是不是叫十三经啊？知道十三经吧？不知道，儒家的经典哈，四书啊，啊孝经啊，三传三礼啊，三传三礼哈，还有这些孝经尔雅，是为了注解我的，所以十三经是为了注解我的生命而那个。我们讲那个笑话，是晒藏经，天气发霉，好不容易放晴，大家都去晒藏经，所以一休在那边什么，躺在那边草地上晒太阳。师兄弟说，一休你要死了，偷懒，然后我们都跑到那个藏经阁，把藏经一步一步搬出来的。他说我哪里，我在晒藏经啊，藏经在哪里？所以十相般若在哪里？但是你这个你是真的有那个体证啊，你不能偷懒啊，又叫你做务工，干嘛晒藏经啊？然后看看很多的禅师是不是都这样子，丹霞天然，有没有？他把那个木雕的佛像拿下来烧，那个知客师傅说你要死了，你怎么把这个佛像拿烧？他说我在取火啊，他说我在烧舍利子啊。胡说，那是木头的佛像，哪有烧栗舍利子啊？我既然是木头佛像，都拿多一点来烧。但是那是要跟实相相应的，看到那个中间照应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？照应、观应呢？你有应呢？你没有应，你就是毁佛耶，你就是出佛身血了呢，是不是？你的境界真的没到，你还是要把它当有佛像啊，有佛在那儿。透过那个全变的啊佛像雕塑的佛像，我跟他佛相应。好，再看这个地方，他说下文言说如实我子，我实如父，是正因性啊。又说我从前教你们无上道，所以一切自愿犹在不实，所以自己因性缘就什么愿啊，他是举一些例子啊，比如说你及我及你的那个实性，那个实性是什么啊？是正因性，对不对？来，第三个例子，这个实性是什么？然后呢，这边呢智啊，这边是什么愿，对吧？ OK， 他举了好多好多的例子来说明正因性啊，正因佛性，了因佛性。 OK， 好，再来，他同样在法华文句里面再说明好多哈，可以擦掉吗？为了给各位说明，再来，法华文句里面又讲读诵经典是了因佛性哈，这边不要擦，擦前面去。法华文句里面我就不用全文写，就把那个例子写上去好不好？法华文句里面讲，法华文句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读诵经典是了因，行菩萨道是什么？是原因，不敢轻慢啊，不敢慢法，生而复生进啊。我把你们做归纳。
这是法华文句，把法华文句卷十说的三性，我帮你们做归纳。第一个，不敢怠慢啊，不敢轻慢，不敢轻慢什么？不敢轻慢什么东西啊？大乘佛法，不敢轻慢佛性啊，众生皆有佛性，而且能够护身恭敬。不是有一个常不轻菩萨吗？常不轻菩萨，他看到任何众生都这样合掌，合掌说：“汝等皆当作佛，我不敢轻视汝等。”各位同学，如果你待会儿下课，你待会儿下课，在餐厅的门口有一个人一直对你这样：“汝等皆当作佛，我不敢轻视汝等。”就会踢笑啊！你是发疯啊！所以当然有些人觉得那个人疯子，阿达玛秀斗啊，是短路啊，所以有人就对他吐痰。更有甚者就用石头丢他，然后他就只好，不过呢这个时候你要讲，哎，我是勇敢的人，没关系，你打吧，不可以，要懂得保护自己。所以呢常不轻菩萨非常中道，还是对你汝等皆当作佛，我不敢轻视汝等，但是是的远距离啊，那你丢不到我，我还是这样对一切众生啊皆悉皆是恭敬。所以这是对佛性的尊重，众生皆当成佛。佛陀不是一开悟就讲吗？起在，大地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啊，只是无名覆盖，不知道而已。好，这是一个，而且深静，而且是不慢。再来，什么叫了因呢？读诵经典，读诵经典是我们的了因佛性。所以各位同学讲到这个地方，你怎么有佛性？你至少要去读诵经典。哎，我有一分佛性啊，至少得了一分。再来行菩萨道，行菩萨，所以前面是解行信，有没有看到是不是解行信证啊？啊，好喽，这是不是解啊？这是不是解啊？这是不是行啊？这是不是信证啊？是不是？所以解啊，只是出第一阶段呢。所以各位同学，我们来念书会写一些论文，什么了不起啊？其实只是在解的阶段啊，解啊，解而无信，解而无信，解而无信，增长什么？增长邪见。这经典说不是我说的，信而无解，增长无明。增长无明啊，所以解而无信，你只是解一解那的，那就是什么阿弥陀佛、阿波罗嘛，哈、太阳神，哪有什么东西，哪有什么佛啊？不信，就终究有些东西是不能用去证明的啊，意思是这样啊，解而无信，增长啊，增长邪见啊 ，OK， 所以这里其实是一个阶段，信解行证阶段。我们再举一个《摩诃止观》里面对这个三因佛性又怎么讲？摩诃止观呢就用了一个用那个十二因缘来讲三佛性啊，来讲三佛性。他说刚才这个是什么？是法华文句哈、
像佛教有些名相啊，你们要背得滚瓜烂熟哈、哦。我刚说十二因缘，我已经写了第几遍在黑板上哈、哦。这个十二因缘，你就是，你就马上知道哈、哦。而且我说过了，十二因缘跟忤逆重罪的次序是绝对不可以前后错乱的啊、哦。无名形式名色六入触受爱其有生老死，其实很好背啊、哦，非常好背的啊。哦他说先看后面这些，这个是通关，总的来看，他说转无名为佛智名，把无名转成佛智，啊，无名是什么？无名是什么？没有光明，无名。所以你懂得这个佛教这个无名啊，无名的说法是，你就不会写成个无名火那个名了。我一把无名火和无名啊，无名起来是名词的名，不对的啊。没有光明的状态叫做烦恼，就是生死轮转。所以可见呢，追求光明啊，其实佛教的光啊，佛教的光也很可以去研究。我的硕士论文写的就是那个佛光观啊，佛光观，佛光的观想光啊，对光的一个观想。比如说，那个显教本尊毗卢遮那佛就是无量光明嘛、啊。对不对？还有我们玄教讲的阿弥陀佛是无量光啊，啊，西方东方啊，琉璃药师琉璃光啊，那个在密宗在藏传佛教啊，他们那个医生不丹呐、啊、哪里，他们那个医生啊，在行医的时候，他们所画的都是药师佛的，药师佛光啊，所以人死亡的时候好像要过一个隧道啊，那个光的感觉。那么光当然是从大圣人说叫心光、智光、慧光、智慧之光啊。那个无明就是一个烦恼的象征。像那个观无量寿经哈、哦，无量寿经那个啥佛光观啊，日光、月光啊，观那个光是不是？那个叫什么？华严经是讲这个光讲的最多的啊。佛陀在说什么法门的时候，在不同部位放光。所以唐代有一个李通玄这个居士，华严宗除了那五个出家众啊，五个出家的祖师之外，有一个在家啊，是唐代的宗室，跟唐代的皇族了、啊，姓李的李通玄啊，他写的这个《华严经论》，还有他有一个观门观法，就叫做佛光观啊。唐代的在那个哪里啊？太原那个地方有一个寺院叫做佛光寺，佛光寺啊，唐代的哦，还保留唐代风格，听说很庄严，就是那个佛光啊，所以光的那个哈、啊，把这个无明转为佛智，所以从出发心到了解十二因缘都是什么三佛性，所以通观，这里看哦，通观来说，总的来看，十二因缘的智慧，就是了因佛性。观十二因缘心，具足诸行是什么？缘因佛性啊、哦。那当然，这个佛智就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？正因哈、哦，没有讲出来。好，看这边，他说分别来看，把十二因缘跟三佛性联合起来。分别来看，你来看啊、哦！分别来看，无名爱取是了因，无名爱取是什么？啊？了因佛性，对不对 ？OK， 行有是什么？啊？行跟有是什么？什么呀？原因？其他的呢？其他的七支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所以等七支是什么？啊？正因佛性，了解吗？好、哦、，OK。分别来看的时候，分别来看十二因缘，可以用三佛性啊、哦、来把它盖括。所以说，看无明爱取啊、哦，无明爱取是了因，行跟有是什么原因啊、哦？原因。然后呢，其他的七支是什么东西啊？正因佛性啊、哦，所以也就是说，这个智德大师用三佛性啊、哦、来说明啊、哦，那么配合十二因缘也好，配合什么有种种的说法啊、哦。
好，这是他对这个三佛性的说法。那当然，当然他还有啊，是以人空为了因，法空为原因啊。OK， 好，我们就把他的三因佛性怎么样？三因佛性讲到这个地方。那这个佛性呢，为什么会有性恶的性恶呢？啊，那佛怎么还有性恶呢？恶还有恶的种子在呢？这怎么解决啊？怎么说明呢？我们休息一下，下面我们来讲性具啊。性里面具有恶是怎么一回事情？这三个因我刚才已经写在第一堂课就写过的，正因佛性是没有染的，有没有无染净的啊？是无善恶的，非善恶，而缘跟了，了缘有染净有善恶啊，那是怎么一回事情？好，休息一下。